凯这也算是一个，已经算是很差的选择。凯特琳率先上线，现在下路四个人，连 TP 都已经亮起来，是大可也要过来，五个人，五个人，五杀一，你跑得掉？你跑得掉，我就佩服你好不好？果然还是跑不掉，对，可是他的队友会跑不掉。哇，这边海之霸主最远的距离跳到了奥迪身上。我那是现在在塔下，其实奥迪刚刚已经有交过大，对，已经交过大了，两边大绝都已经交掉了。哇，这水晶链远远的射过来，是打在奥迪身上。这个的离子飞弹撒出来，成功的把这棵树给烤掉了。大能做老师，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他攻击哪个目标好像都不太对。这里有一个蹲点，有哇，死嘞，这金木锁牙有弄到哦。知道海浪也有刷到艾希，在两边 TP 一起亮起来以后，都有传过来，被牵线以后，反而是这个茂卡要往侧边逃脱，而且还不断的把鱼带过来，咬了以后，现在他也已经没有魔了。水晶剑打出来是打在怀罗塔的身上，需要会上推到 Starker， 但侧边的话要再续战，感觉是有点难度啦，因为其实各自状况看起来都不是非常好啊。对，那其实两边都没有招，而且茂卡直接被打了，哇，直接。这个大绝一撒以后，成功的二段伤害补出来，拿到 double kill 的是菲斯，还要持续做追击。他现在状况非常非常好，魔量血量基本上都是满的。在上前先到海胆做一个调皮小飞，成功拿到 triple kill。哇，看起来是可以 quadra， 哇，好 quadra kill Optimus， 就被他的大绝全部留下来。因为其实这里就应该退掉，因为第一次，因为茂凯是已经被打退了嘛，那这个大绝造成的伤害跟这个就是 CC 缓速太好，那最后就是阿特摩斯，他是满血满状态的继续收人，完全挡不住他，好猛啊！而且他还靠自己的走位躲掉这个禁锢水牢，对，哇，好猛哦，这个。菲斯就是他的绰号啊，之前在 GPL 的绰号，现在打出来真的是太强了。他一用掉了，一用掉了，哇，一有点太早掉，这一次就感觉是他自己有点小失误了，被要被制裁了吗？我不过他一转好，被局敲死了。大哥蓝宝是近战，但其实他主要还是烧，他一定要跟对方有个距离。我本来是想的，因为他在边线，哇，又是一个离子飞弹直接烧，专注射击开启，虚弱有套到，而且这条鱼海之霸主丢在 Gandix 身上。又拿到一颗人头，好凶啊！Levi还要闪现上去踢人，不过看起来可能会被制裁哦，反而是被奥迪加上西亚回身的话，虎啸龙吟把自己拉到安全的位置，但塔在 K 他哦，巴龙才刚打卡上班，就已经有人来光顾了。对，这里大绝撒下去，而且这个火属性烧的奥迪不要不要的。我这个限制走位，限制走位，等一下血量侧边要逃脱不太可能啊，因为他闪现是转靠的。我这里闪现绑，哇，绑到人以后 ，stay 位置是稍微有点差啊。王牌射手已经瞄准着他，但是阿奇成功挡下。不过现在举洛哥的坦度还可以接受 ，Levi 想啊 ，Levi 想要把人给踢出来，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，又直接进去想要杀人 ，Optimus 太狂了，惊人开启，惊人。有办法逃走吗？靠着火箭腰带往右半边，想要拉一波位置被 shut down 了。Levi 进场先踢死凯特琳，再拿一颗纳米的人头。现在已经 double kill 了，但后续的话是交给凯特琳直接收掉专注射击，开启火焰喷射器也烧掉这个木属性的茂凯。一个一换四，看起来是可以结束掉这场比赛喽。对，其实刚刚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Atomus 的 face 有点太冲了啦。但最后真的是被这 Levi 一个 ET 三就直接就又打回来了。那后面就是因为他的 ET 直接上去硬烧啊，过了，不然就烧着死了。就那这里就没有问题啊 ，GG 喽。游戏时间23分钟45秒，这时间非常早哎。恭喜 Gigabyte Marines 成功的碾压过去了 ，Live Gaming。